什么？系统又崩溃了？大哥，我才走了一天，你们是想玩死我呀？还能怎么办？这几天我住公司给你们弄去吧。行了行了，静风，你除了嘴甜还有哪点好处？好了，马上过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真跟牛倩好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爸，牛倩哪点不好了？就冲他今天闹的这一出，他就是有一千个好我也看不上他。行行行，我的事儿都由您做主，行了吧？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，管理叫我出趟差，去趟万州。跟谁去啊？跟刘浩东。那你提醒刘浩东，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知道了，爸，您就放心吧，我走了啊。你让我放心就好了。这孩子，这电脑都不关。老刘。什么事儿不能在家说，非到这儿来呀？哎，这儿离医院近。什么？先喝茶，喝茶。什么事儿？你快说啊！这个事儿吧，是这样的，你得先做好这个思想准备。现在播送一则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，前往万州的高速公路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。主要，目前人员伤亡情况暂不明确，关于后续的救援，我们将持续为您报道。新宇，新宇。新宇在哪儿？啊！新宇就在那辆车上，新宇就在那辆车上。啊！不是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认识那辆车。认识。哎，还有这个是吧？新宇，你爸电话怎么不接呀？我来之前跟我爸说我去万州出差。现在应该在万州的路上，咱这有陈林一叫吗？哎，算了，还是不接了，免得穿帮。打通了没人接。哎，喂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何总，停停停。刘浩东在去万州的路上出车祸了，你们赶紧去财务室支点钱，顺便通知一下他们家人。你赶紧收拾一下，跟我去医院。哎，你快点啊！馆长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吴新宇他怎么样了？吴新宇怎么了？他坐在刘浩东的车上，刘浩东的不车出车祸了吗？他伤得重不重？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呢？啊，他怎么会在刘浩东的车上呢？没有啊。啊，这么说，他没有出车祸？没有啊。真的呀？哎呀，真是菩萨保佑！哎呀，祖宗显灵啊！哎呀，哎，那他中途下车了？他根本就没在那辆车里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跟刘浩东一起到万州出差的吗？老胡，胡新宇早就辞职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老胡，馆长，馆长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再给我儿子一次机会吧，再给我儿子一次机会。老胡，我不是馆长，我是老幺。我是老幺。老幺，新宇辞职了。
哎，老胡，哎呀！爸，你不说，你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啊！妈，我爸怎么样了？妈，你看看，你这是把你爸往死里逼呀！哎呦，老胡醒了，爸，我说，老头子。哎，老胡，你这，爸，你这，哎，找什么呀？找厕所呀？找馆长啊？肯定能把工作找回来。你爸，哎呀，老胡，你不要命了啊？你这时候找馆长有用吗？那文化馆是公家单位，不是你说走就走、想留就留的呀。爸，我错了，爸，我对不起你，爸。爸，滚！你给我滚！我不是你爸！爸，只让我再看见你，滚！滚！快出去！你快出去！别生你爸生气啊！爸，别生气啊！别生气！老胡啊，事情都这样了，你们就往好了想啊！然后，哎，这事儿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老头子，你们都在瞒着我。老头子，老吴，不要说了，什么？什么都不要说，我们相亲一场，几十年的交情，我胡掌柜没有对不起你们吧？是不是啊？没有。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为什么呀？啊！就因为我是公家的，比你们孩子都有出息，你们就见不得我好吗？啊！我胡长水没有做过亏心的事，没抱谁家的孩子下井，刨谁家的祖坟，你们不该这样对我，不该这样对我。五叔，你要打要骂冲我来，这事跟我爸和浩叔他们都没关系。晨晨，这没你说话的地方。出去！爸，我要一个人静一静，静一静。五叔叔，出去！大姐，老胡，别人不能再受刺激了，你们都出去吧，让他好好休息。哦，走，快走。老头子。你别生气了哟，爸。牛叔。爸。牛叔。爸。牛叔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你该怎么办？你跑来问我干什么？我跟你爸几十年了，这几十年的兄弟关系就让你小子给毁了。爸，你也别说他了，他心里比谁都难受。你杵这干啥呀？你还不赶紧去混出个人样，要不然你有什么脸去见你爸呀？